我身上的这件算是短版的背心，可是呢，如果你不想露太多肚子，你只要穿中高腰的裤子其实就可以了。它是游泳衣的材质，它穿起来超级冰，它呢不分胸型，而且一体成型直接扯上去，就是不要让你有过多的烦恼，会跑杯啊，或者是这边太厚啊，这边太薄啊。所以呢，它的衬垫是平均的，从我们的小胸部啊到丰满的胸部其实都可以穿，而且喜欢厚杯的或者是喜欢薄垫的也都可以穿哦。然后呢，它是做这样车缝两层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举手它是不会跑杯的。这也是我们新的布料哦，就是螺纹冰凉布料，然后整个版型我觉得是很典雅的。好，它不会过度的露胸，然后它是做这种圆领式的，它又是做这种不会到太宽肩，然后不会到太细肩的感觉。这个颜色它很淡，但是它又不会让你的肤色变黑，你可以搭一些牛仔风格的东西，比如说牛仔的外罩衫，好，比如说男友风的外套，它完全不挤肉，它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螺纹弹性冰凉布料。黄色我也超级喜欢，我觉得这个黄色可以延续到未来的转换季都可以穿。你看哦，胸不会太露，然后呢，你自己想要搭衬衫、小罩衫什么都好。夹口的部分呢、啊，它基本上它是全高弹力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它做的是包覆性够的。黑色啊，真的好冰、好凉又好瘦。然后你看一下它的螺纹动距，非常的漂亮，笔挺哦。我觉得它的领口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这件衣服很有质感，好，很有质感，然后白色你看穿起来又白又瘦。